哎、欸，兄哥，你要不要开观众场？那都不开观众场。干你啊！你每个人都叫我跟他玩，跟他玩一次100块啊！订阅开铃铛，和你笑到被叮袂当。我要玩挂客，哎、欸，好、哦，他帮我抢挂客。哈哈。YU 还没下班呢、啊、，YU 我就跟你们说，你们不要指望他出现了嘛，他现在真的很忙很累啦，给你们看他的工作在干嘛好不好？他家是做塑胶业的，哦，然后他每天，这是他传给我的照片啦，他每天都要载货，然后再去给客户，然后还要自己下货，这就是他的工作，对吧？这就是他的工作，很累啊。然后呢，他现在又有家庭了，他也不能说像以前这样，他以前是怎样？以前就是白天工作，那晚上没事干嘛，就陪我打游戏嘛。他们家里现在也请不到人，我看他这边真人也争不到，所以他都自己下去做，他自己下去做，工作量就很大，工作量大就累嘛。再来，他现在又有家庭了哦，有老婆了嘛，也是要花时间给老婆嘛。对啊，所以我也不想要勉强他、啊，一直勉强他跟我玩游戏干嘛？然后我都跟几个固定的玩，你们就说，哎、欸，兄哥，你要不要开观众场？那都不开观众场。哦。来吃塔啦！干你啊！你每个人都叫我跟他玩，跟他玩一次100块啊！哎呀，哎扭你吼！注意敌方蓝 buff。好，我不让他吃，我不让他吃。好，吃你妈！啊，对不起啊，攻错人啦！啊哈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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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沉默。啊，完了！哦，我们打野没来，打野没来。啊，完了。32000，小亏了，好不好？可以了，人头都给小心了，问题不大啊，问题不大。我他妈的是要勾那个蓝啊，那一直勾到吕布啊，掉了没？吃你妈！你他妈在吃啊？吕布在吃蓝啊？吃魔龙啊？他妈的还是吃是不是？吃你妈！来啦！哦，他蓝直接不吃哎、欸，直接堵蓝了哎、欸。完了。阿 U 哦，阿 U 现在最近有比较瘦了啦，啊，有一阵子超胖的，那我去陪这个景好了，给他浓一下。靠北了，被勾死了、啊！靠腰，快给我起床！没事，他的井在拆了。可以啊，刚那个主要的目的是不要让他去补上路线了，好吧？那井就可以拆了。冲三小！我要的王一哥起刷，这招是我新发明的、啊、二技能，王一哥起刷。老子不发威，你当我是病猫啊？王一哥起刷。那你俩这点哦，啊哟！我一个起错，哇！吕布他妈的吃我全部的大还打不死啊！完了，我咧无支援，我咧啊！刚刚吃完魔龙那两个没来哦。
以可以可以，凯撒可以。眼魔师凯撒已被击败。对吧？吓他，给我吓死。哦！哦！哎哎哎哎哎！喂，啊这什么？不！看清我的脸！看来我需要表吸一个啊！他装兵进了呢？进了没有？你要点塔。可以啊，也没死就好。哎、欸，直接滚进去哦！喵嘞！啊，这个走位不行啊！直接给我前后滚嘞！我也没输掉，神功！啊！快打，快打！GG。哎呀，喂嘞！